八袋蛋黄卷儿，有椰奶味的和咸蛋黄味的。先吃这个咸蛋黄，这是咸蛋黄味的，一盒里边有六个。这是椰奶味的，就椰奶味的好吃，一股椰香的味道，就一股椰子汁的味道。没有吃，等我发作品的时候才有吃。这而且还可便宜了，是不是9.9啊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是9.9。谢谢送来的小礼物。这椰香的好吃。